很帅啊，他叫王向路，很高兴在这里跟大家见面。是是是，我在想啊，我们交通这里，难道你们的热情就是停留在这个点吗？拿出你们热情来好不好？因为交通这里其实就在我们不远处，好不好？我们可以将你热情喊出交通这里，一、二、三。是的，其实十年来，法派一直都在寻找一位气质、相貌，还有整个的感觉都非常非常融合的这样一位形象代言人，而现在终于张东健浮出了水面。是的，我觉得张东健能来到我们中国，跟我们内地的很多影迷见面，我觉得应该是功不可没的是一位红娘。那这位红娘是谁呢？当然是我们法派集团的董事长。来，我们欢迎掌声有请我们的大红娘，法派集团董事长唐诗彤彤。来，掌声。不好意思啊，把大家失望了，出来的是唐鑫，不是张东健。我忘记问了，我们失去了，马上留下来。当然，华派串台已经十年了，从原来的个人队到今天的四个人，从六年前聘请这个梁家辉、张柏芝，他们都是香港明星啊。后来呢，我们华派随着企业的发展，随着企业的不断发展，品牌的地位的拉升。所以我们也要更需要符合自己将来品牌发展的这么一个形象代言人，所以我们后来是收遍整个包括亚洲在内的全球啊，后来发现张东健先生还是很符合法派的气质啊，因为张东健先生他拍的这个片子，包括太阳旗帜还有龙体等等这些大片啊，他已经深得这个我们中国国内的高消费的人群。我现在我们请张东健把握出来，也是让张东健更有从上海、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再让他们知道从北像温州这一个行业的城市，知道张东健先生。谢谢。我想知道张东健先生最吸引的地方是什么？用两个字来回答，可能有点难。最吸引你的地方？真不好意思。我是今天上午在那个主席台上才看到张东健的。那之前最吸引您的地方？我只知道他长得比我帅多了。天哪，现场认识。啊，我看到你的欢呼声，那是什么？那就是我们国际巨星张东健先生的来到现场，欢迎欢迎欢迎。哎，我刚才现在突然有人说脸好小。
金牌导演张先生目前已经正在试镜了国际的大牌剧情，而且在最近在跟好莱坞发展，他有一个叫《沙漠战士》在演影片，听说你在影片当中还受伤了，有这回事情吗？这个我不用，我就像刚才说，车辆不能启动的一个门，其中呢，我们刚才说车辆产生的什么什么，然后你就有期待。其实那个《沙漠战士》那部电影刚开始拍才两个礼拜而已，那个受伤的是上次他筹备电影的时候练，就是练工作的时候才受伤，然后那个受伤是很轻微的，没什么大的问题。行了，行了，快点，快点，给你。我想了解张东的这些快乐无极在这个国内哈，跟很多我们国内的演员呢有一个亲密的接触，那接下来会不会有跟我们各国国内的知名演员有合作？你最喜欢的是我们国内哪位演员，或者是女演员？我实在说那个无极有啊，有其他的吗？是这个一个吊带让我们说到的是你的一个一个设备就是车辆的流量一个小伙伴的结构的表面大家坐下配合一下坐下坐下麻烦叫他们坐下坐下坐下好不好坐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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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上次拍《无极》的时候，在中国大陆待了六个月，然后那个六个月时间里面都有比较好的回忆还在脑子里面。那希望是有机会的话，尽快还要拍中国，然后还有想很多中国的演员。只有拍《无极》的时候蛮辛苦的，因为你一个人他一直要。他怎么样去奔跑的话，奔跑速度非常快。能不能讲一讲之前在拍《无极》的时候的趣事，哪怕是辛苦的事情也可以。拍《无极》的时候最印象深刻，就是那样很多场面都要跑的，然后呢跑的跟场面都是那个跑步机上面跑，就在跑步机的感觉。然后呢除了那个印象深刻的有趣的事情之外，还有呢，因为拍《无极》的时候他跑了很多国内很风景很美丽的景点，如果不是拍《无极》的话，他可能只能去不到的一些地方，所以印象深刻。